Thôi cho thêm thái thái. Cháu tôi mấy đâu không sẵn rồi. Thật sẵn rồi ta. Một chén bây giờ lại thử thử. Cho một chiếc chéo để chúng ta trong tủ.下来了，现在这样子，然后再剪，有这样的布，剪一条同样大小的，然后接上去。穿好就这样缝一下，缝好。这样缝好，露个点这样子也缝好，两条腿一样。两只脚都装好喽，完美，大长腿有了，完美，给它装棉花，装骨架。我的骨架，是你的骨架，就是。天哪，大长腿像撒野棉花，听讲。手上有棉花，撒野棉花，听讲叫。妈妈，妈妈，手这里拿出一点棉花，点点。估计是我太小了，那个手装骨架的话，肯定那个手感没那么好，会有那个硬硬的感觉，没摸起来、玩起来、把玩起来没那么软。你来干，你来摔，还能摔进去。Oh my god! 能装进去吗？天啊！那你叫我装进去。算了，换了一个新的骨架，这个不知道怎么装回去了。天哪！我天哪！这是一个老头，大长腿，你值得拥有。那就三句话。三。
这样子慢慢搓，搓均匀点，慢慢搓。好了，冲好了，那缝回去就行了。屁股这里多上一点棉花，等缝的时候，缝把翘臀尽量缝回去，用长针法缝起来。这个估计不够，用双层线，用长针法缝上去一点。有点不好缝，抓一下不行了，就这样。缝好了要抓一下，这样就看不见那个线迹了。好的样子啦，这是15的对比，15厘米哦。看一下屁股，那屁股歪了，缝歪了，我翘臀缝歪了，天啦，好惨，完美。